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我们来继续啊，讨论这个《弟子规》。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谈这个《弟子规》的这个玄义部分啊，就是这个等于我自己的对《弟子规》学习的一种心得报告。那我采用的是《华严经》的十门开启这种套路来解释《弟子规》。目的呢，是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以自己呀、啊，短浅的一点啊见地啊，来这个啊，希望证明啊，《弟子规》啊确实有华严的架势，证明老法师啊所说的啊《弟子规》呀。与华严是不二，啊，它是学习华严，啊，入佛道的根基。那这是学者的仁者见仁呐，智者见智。啊，那个藕益大师，你看在《解释弥陀经》这个要解里头都说，啊，这横看成岭啊，啊，竖看成峰啊，啊，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弟子规》啊？个人有个人的。这种心得体会啊，那么我希望呢，今天我们从这个啊，这华严的这个角度啊，这个用学佛者啊这种角度来学习呀、啊，那么希望呢，能够给这个真正想要这一生修行的人啊，提供啊一点参考。好，那我们来看这华严开启十门。这第六，藏教所设。这里呢，其实是想说，这一般经典呢，属于三藏啊之一。那么三藏呢，通常是指经律论，经是指佛的一这个圣言量，他直接讲出来的，这为经。啊，律呢，是指生活规范。佛所制定的戒律，啊，都是呢佛弟子应该遵守的这些行为规范。啊，论呢就是一些祖师大德他读经有的一些心得体会啊写的论著。那么经律论呢，通常呢这个就是作为啊分别一个。佛经啊，或者是佛论啊，它所用的这个大致的一种分法。那么，《弟子规》呀，在这种经论中应该所处什么地位呢？所谓藏教所设啊，就是指它在这个经论当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当然，《弟子规》它不属于佛经啊，不可以啊，把它归为这个佛教里头的经律论。啊，但是呢，它如果说有跟经律论呢、啊、有相通类似之处啊，那么可以说把《弟子规》呀、啊、归为啊这个律啊这一方面，因为所谓律呀、啊，就是佛所制定的生活规范嘛。啊，那么《弟子规》呢，也是圣人给我们制定的生活规范啊，我们应该遵守的。要知道啊，佛制定戒律，他是让修行人呐、啊，通过这个戒律的这个修持，能够啊回归圣人的这种啊佛的这种自信啊。所以戒律啊，是如果是佛，他一个证入佛性的人，他自然就会做出来，那就是戒律。那没有证入佛性的人呢？啊，他用这种戒律来修学啊，他也能够证入佛性。那么同理可知啊，《弟子规》也是这样的。啊，《弟子规》圣人训的，圣人的训导，啊，是圣人他的这个生活规范。所以通过修持《弟子规》，也能有一天呐，成为圣人。那么，在
判教方面呢，那么贤首大师，他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华严学者。那么他通常判有五教，所谓小、始、终、顿、圆。这五教呢，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那么实际上，这五教就佛所讲的这些经典呢，可以呢按照这五个方面来区分。这小呢，最初的一方面叫小乘，小乘的这些经教，最后呢是圆教，像华严、法华是属于圆教，就是一生圆成佛道的。那无量寿经呢，阿弥陀经呢，也是属于圆教。那么，如果是说把《弟子规》放在这个五教当中来看呢，那实际上它是五教的基础。你最初的小乘，那小乘的目标是了脱生死，证阿罗汉，那必须要以这个《弟子规》作为基础规范呢。因为一个阿罗汉，他一定把《弟子规》都做好了，做圆满。那最初圆最后的圆教菩萨，这个等觉菩萨，马上就成佛的了。哎，他也是把《弟子规》做得圆圆满满的，100%落实所以那通过修学《弟子规》，作为这个修学佛道的这个入门那是非常重要。所以《弟子规》在经教里面什么地位呢？它属于这个五教的基础。那么他所想的这些生活事理，也是通这五教的。既是基础，又通这五教。所以可见的入佛门是必修课程。好，那么下面是部类差别第七个方面，那部类呢，就是指这个这部《弟子规》有没有跟它同步的相类似的这些经典。那么我们看老法师这讲经里常常提到，这一生希望真实求生净土，这一生能圆成佛道的，必须这儒释道三家的基础得奠定好，这基础德行儒家的基础德行在《弟子规》里面，道家的基础德行呢，在《太上感应篇》里面，佛家的基础德行是十善业道，所以。如果说在儒释道三家里面找这相似同类的呢，那么《太上感应篇》和《十善业道》跟《十善业道经》跟这个《弟子规》属于同类的，都是讲我们基础德行。当然，《弟子规》是基础中的基础，根本中的根本。你《弟子规》做到了，然后呢，再晋升到《太上感应篇》弟子规讲的是伦理道德教育，太上感应篇呢是因果教育，十善业道经呢，让我们成就圆满的善行，这是悟入心性的这个基础，成佛的基础。所以，这个同类的教材我们都要认真学习。所以当我们讲完《弟子规》以后，我学在这里香港会继续这个下一个下一步就会讲《太上感应篇》，就一起学习。那么老法师呢，让我用粤语来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和《十善业道经》把老法师讲过的这个复讲那么对于墨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那么这《弟子规》呢，我刚刚用这个粤语广东话讲过一次。那因为很多同修呢说听不懂除了这香港本地的同修以外，
那很多大陆的同修呢，他们也很希望啊，听这个《弟子规》的啊，这个讨论，所以呢，墨学呢就再用国语啊，来啊这个讲一遍。那么这三门呢，都是我们呢基础德行科目啊，都是要认真去学习的。那么在儒家的这个经典里面，跟《弟子规》可以说是同步类的。那可以看这个陈洪谋先生，这是清朝的一名官员，他编了一部《五种仪规》。这《五种仪规》呀，第一部呢，它五个方面。啊，这第一部呢，讲的是养正仪规。啊，第二是训俗仪规。啊，第三是教女仪规。这个第四呢，是这个这个第四、第五呢，都是讲做官的人啊如何来修饰自己的啊。那么，所以第一部《养正仪规》呀，这个就是《弟子规》的详细解释。那么，其中有朱熹。啊，这个朱子啊，朱子不是朱熹，朱子啊，他这个有一部《朱子同盟须知》啊，《朱子论定程董学者》，还有甄锡山的《教子斋规》啊，陈北希的《小学诗礼》啊，方正学的《右仪杂针》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同盟养正的教材。那么，这个同盟养正啊，不仅是教小孩，更重要的，我们现在大人呢都没做到，现在要补习啊，所以这些都属于部类差别。好，那么看十门开启的第八个方面是传慧讲释。那么，其实《华严经》的这个十门开启呀，讲的是啊。这个议会教室，这议就是翻译啊，会就会籍啊，教是什么？这个校正啊，释是解释注释啊，这是因为经典是古印度传过来的，所以它有翻译啊，要讲这些啊因缘。那我们《弟子规》是我们中国本有的啊，这些。家庭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呢，我就改了一个字，叫"传"啊，不叫"译"啊，不是翻译来的，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啊，宝训呢啊。那么这"传"是谁传呢？那从《论语》当中我们看到是孔子他的这个训示，所以是孔子的心传。啊，它是圣人的训导啊。那么汇集方面呢，这个具体这个是由清朝啊李毓秀先生啊来汇集的啊，贾纯仁呢来这个改编啊重定的这个《弟子规》。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净空老法师。就把这个《弟子规》呀列入我们的学佛人啊净宗学人的基础修学科目。那么他把整部《弟子规》呢这360句啊进行了分段啊，那么大分呢当然这七则，这孝，然后悌啊谨信，这个啊爱众亲仁啊，然后学文。这七大类，那么它分成啊，这个七大类啊，113个细则，讲了113桩事情啊。那么老法师呢，又从中啊挑选了70句啊，作为这个精要啊，让我们重点学习。所以他有一部叫《弟子规捷要》啊，70句。都是我们呢啊，可以作为啊学习的很好的材料。
那么在讲解注释讲释方面呢，这个我们蔡老师蔡礼旭老师啊，在此地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讲了一部这个如何做一个如法的好人是幸福人生讲座把这《弟子规》呀这个里的精神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讲了40小时。那么在澳洲净宗学院呢？也讲了《弟子规》与佛法修学，也讲了40小时。那么，当然这个在澳洲净宗学院呢，他讲的也是结合佛法来谈。在此地香港讲的呢，是这个对一般人，这个着重在对呀，这个社会大众所讲的。还有杨淑芬老师呢，这个早几年。曾经在澳洲净宗学院也讲过《弟子规》，那么还有在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的张友恒教授，他为注这个《弟子规》做了一部详细的注解，题目叫做《幸福人生之经营》。那么他在自己序文里面写道，他是汇集了这个杨老师、蔡老师讲的《弟子规》以及。这个自己的一个学习心得，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教材，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参考。好，那么下来呢，第9个方面呢，就是总释明题，那就是解释明题了。那么这篇文章，明题就3个字，《弟子规》。那么顾名思义这个规就是规矩，弟子呢是孔子要求他的学生这么一个规矩，所以弟子就是学生，谁的学生呢？那么狭义上讲，这是孔门弟子，跟孔子学习这个圣贤之道的这些学生，他们应该遵守的，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弟子规是给小孩学的。那是比较偏颇了，《弟子规》实际上原本的是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门人要做到的。那孔子的弟子那都不是小孩都是大人了，那他们要去做到的。这个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孔子要求的。那么广义的上来讲，这《弟子规》是一切圣贤之道必须学的这个基础的课程想要学习圣贤之道，必须遵守规矩。所谓无规矩就不成方圆那你我们说学佛也是要学圣贤之道佛是圣，大圣。菩萨是大贤，要成佛成菩萨，那也得要从《弟子规》开始学习。所以这个从这个《弟子规》这个名字来看呢，是所有的期望这一生能够成就优良人品，修德立业的人，能够想要做佛做菩萨成圣成贤的人。必须都要学习的规范所以非常重要。好，下来呢，最后十门开启最后一方面呢，就是正式文艺也就是说，在这个当我们谈完这部宝典呢，它的教起因缘。它的那个体性，中去，方便利用，以及它这些这个在教典里面的地位，还有在教典里面有些什么同类同步的，这还有呢这些传会讲释这是谁讲过的，谁注释的，这些通通还有这个明题，通通讲完以后呢，才讲这个经文。
所以这最后一部分呢，实际上就是开始讲经文了。那我们呢，这个前面这九大方面呢，等于是把《弟子规》呀，它所含的义理，它的格局，整个大概啊，跟大家已经这个介绍完毕。那么有了这些概念呢，我们就来学习《弟子规》的正文。所以学习正文呢，首先呢要懂得为什么要学习《弟子规》，这是非常重要的宝典。所以我们的这个玄义部分呢，着重的就是点出学习《弟子规》的重要性。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正式学习《弟子规》的正文。那么《弟子规》呢，它总共分七大段。那么讲的是七桩事情。那么前面呢，讲的是总序，后面呢有一个结劝，所以总共呢有九个部分。那么总序呢，就有点像佛经的序分。这中间这七大段呢，孝悌、谨信、爱众、亲人、学文这七大部分呢，犹如经的这个正中分。那么最后呢，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志，这是结劝。最后结束了，劝导大家学习圣贤。那么这部分呢，犹如一个佛经的流通分。所以经开三分呢，你看《弟子规》呢，都有。那么中间讲的这七部分，总共讲了113则。那我们呢，会认真的每一句每一句的学习。好，先看这个总序部分。第一章总序。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本。那么这个是出自于《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孔子呢教导弟子的这些科目。那么《论语》是孔子的言行，他所记载的都是孔子这位至圣先师每日的生活行持。所以你看《弟子规》他说圣人训，那是孔子这位圣人对我们的训导。所以《弟子规》不是这个规定我们这些这个必须得做，它是什么呢？它是圣人这个圣言量从自信中流出来的教诲。那么他所流出来的教诲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性德。它不是外面给我们加上来的。它是我们本有的。它是圣人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证得的，然后他把它说出来。所以你看佛在经里面，《金刚经》里经常提到，如来无有法可说，这个如来就是佛呀，他没有说什么法，为什么他明明说了49年法，他说没有说法呢？这是因为他所说的都是我们本来具有的，他没有给我们再加一个新的法，所以他无有说法，那《弟子规》也是这样。这是圣人虽然是说了这个《弟子规》，可是呢，也是我们本来具有的。它不是给我们外加的。所以呢，有了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学习《弟子规》呢，我们应该有信心了。这里面每一条我们都能做到的，本有的嘛，当然能做到。好，那么这本有的性德无量无边，那要说起来可是这个尽无量劫说不尽的。但是呢，这个圣人他用归纳的方法
归纳了七条。啊，首孝悌，次谨信。啊，第一是孝。啊，孝啊，是这个《弟子规》啊，圣人之训的根本。孔子在《孝经》当中说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它是所有圣人教育呀、起点啊。所以你看《弟子规》就得先说孝了。那么孝啊，它是一种观念，什么观念呢？父母跟我一体，所谓父子有亲这个观念啊，有了这种孝的观念了，他自然就能够做出孝行来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孝啊要扩而展之，不仅是父母跟儿女一体呀、那老师呢，老师古人讲一日为师啊，终身为父啊，老师跟我也是一体啊。那佛经里面讲，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我一样看待啊。那就是一切众生与我一体呀、那所以你这样看来说，整个宇宙当中所有一切众生与我一体，你有这种观念呢，这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就是这么看待的，他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父母，他供养众生啊，如同供养诸佛如来啊。所以这个修普贤行啊，就能成佛道。所以呢，我们老法师曾经说，整个佛法的修学就是孝道的落实啊，这是就是有这个道理啊。那么既是涵盖圆满的佛道啊，但是呢，它又是一切德行的根本啊。那么教学呢，又得从这里开始教起啊，所以这个孝啊就非常重要。那么下面悌呢，就是指这种啊恭敬的观念啊。由于孝心，那孝呢，它要表现出来就是恭敬啊。父母我们说也首先要恭敬啊，那扩展出来呢，一切长辈呀我们也得恭敬啊，一切众生呢我们也得恭敬啊。所以悌呀，它是无方大用啊，一切恭敬，这才是悌的本意啊。这也是普贤菩萨他，所以普贤菩萨你看讲第一条，礼敬诸佛啊，礼敬诸佛呢就是孝道的落实啊。所以悌从哪里来呢？这个礼敬就是悌呀，啊，悌要从孝这个心态啊而产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弟子规》所说的，其实可以通华严的这个境界的。下面讲谨，谨呢是一种生活态度啊，恭谨、谨慎啊。那么事事物物啊，我们都啊这个小心谨慎啊，从谨慎当中啊蓄养自己的这种圣贤的品德啊。因为人有谨慎呢、他才能够啊这个留心。自己啊，习气毛病有没有起现行啊？如果这个忘失了啊，迷失了，这个忘记了自己的这个烦恼习气起现行了，咋起现行？他迷而不知，这就不谨了啊。所以你想，一个真正修行人呢，他一定是在细节上，哪怕是动一个念头啊，他都非常谨慎。如果是一个恶念，他就不能让他继续，要当下呀
把它化解，把它去除啊，所以紧到啊这样的地步啊，这都是圣贤的克己功夫啊，啊，克念作圣啊，通过克服自己的那个念头啊，成就圣贤的品格。这个信呢，这是讲啊，做人必须有信用啊，如果人没有信用了，那谁都不相信你啊，你这个不能立于啊是这个社会了啊，特别是现在西方国家啊，尤其讲信用啊，这信用一破坏了，那这一辈子就完蛋了啊。那么信啊，也包括信念。这个信念呢，啊，就是人生必须有一个志向，一个目标啊。那么以什么为目标呢？啊，这是以成圣成贤为目标啊。假如一个人他没有这种远大的志向，那么这个人生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即使他吃得饱穿得暖啊，那跟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啊？所以啊，这信念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孔子跟他的弟子们讨论了啊，有一天子贡啊就问孔子啊，他说一个国家呀，假如需要啊这个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才能够不败呢啊，这么请就跟孔子讨论。啊，孔子说，具备三个方面，啊，第一要兵，就兵器的兵，啊，就是军队呀，啊，警察呀，我们说国家机器。啊，第二呢要食，啊，就是食物，粮食，啊，让人民能够生存。啊，第三呢是信，人的信念。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信念呢，那怎么行？啊，结果子贡就问了：假如这三者必须要去除其一，先去哪一条？啊，孔子说：先去其兵。一个国家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军队警察，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有食啊，这个衣食温饱啊，民族有信念，他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啊，那么子贡继续问了：假如再去除一条是什么呢？再去除一条啊，那就是食。这个人呐，百姓啊，可以没有防卫的工具啊，可以没有粮食，但是啊，不能没有信念。一个没有信念的民族啊，那注定要灭亡的。啊，所以孔子才说啊，人无信则不立，嗯，没有信念就立不起来了。人如是，民族国家亦复如是。啊，这个信是很重要的。啊，下面讲泛爱众，而亲仁。泛就是广泛，啊，爱就是仁爱，啊，对一切大众啊，都有仁爱之心，这就是泛爱众的意思啊。那么这一个爱心从哪里出来的呢？从孝悌出来的啊。孔子都说呀，啊，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啊。如果你自己父母亲都不爱的，那怎么会爱别人呢？啊，你去爱别人，那个表现出来好像你很有爱心，那其实啊，你不是真正爱心。为什么？父母都不爱，怎么可能爱别人？你表现出爱别人的，那装个样子，那是其中啊必有所图，嗯，不是真心的爱。那所以你看，孟子说：“亲亲而仁人。”啊，首先要亲亲，对父母亲呐，啊，要孝敬。然后才谈到啊，仁人啊，对于啊大众啊民众啊啊才有仁爱之心啊，这是有顺序的
啊，所以呢，泛爱众的这种广大的爱心呢，也是我们孝心的拓展呢。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乐，人之幼。那么下面讲的亲人，就是对于仁德的人啊，圣人君子啊，我们要去亲近，向他们学习啊，跟他们在一起呢，自己的品德学问呢也能够提升。那么这六条啊，都是我们啊作为弟子的啊，孔门弟子、佛门弟子啊，应该修学的。啊，也是我们应该啊，用这些德行教导我们的子弟。那么这里头做好了，就力行的功夫啊，能做到。这行有余力呀、啊，则以学文。这个"则"啊，就是说这个"就"的意思，就是你做好了这六条，有余力了，就得马上学文。啊，所以学文也很重要。你这个行有力了，啊，就非得学文不可。你要不学文了，那么你这个修行啊，往往想要提升，就比较困难，啊，甚至可能会出现偏差，啊。那么根据藕益大师的这个《论语点睛补注》啊，里头讲到这条，这条呢，啊，这个不是说。你先做前面六条，啊，然后才学文，不是指这个意思，应该怎么解释呢？应该是这个力行啊和学文呐、要同时，啊，当然注重在力行，但是呢学文不可忽视，啊，学文是什么意思呢？学习圣贤之教。啊，用这些经典的教训，啊，来导引我们的行为。你看《弟子规》上讲了，啊，这个"但力行不学文"呐，"任己见昧理真"，啊，如果你只有力行而没有学习圣贤的教育，那就变得自己呀，自以为是了。啊，用自己的见解去力行啊，那学到最后啊，这。南辕北辙都不知道啊，所以就昧理真了啊，这真理都违背了啊，所以这个重视在什么呢？力行和学文要同时，要合一啊，所谓知行合一啊，解行并重啊，这样子啊，这个进步啊才快啊，这个才相应。好，那么这个总序啊，基本上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一条一条啊，详细的来学习这个七大方面。好，第一呢是入则孝。这里面呢，根据净空老法师的啊这个分类呀，可以分为24则，24桩事情。那么，顾名思义，这第一章是讲孝道的啊。这孝道啊，它是德的根本啊。那也是后面所说的这些圣人的这些德行啊，它的根本啊。为什么呢？因为呀，这个佛法讲的宇宙万物啊是一体啊，这是事实的真相。啊，那这个一体的观念呢，就是孝道。所以，当我们呢，这个真正入佛之见的时候，我们看一切众生啊，就跟我是一体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入佛之见呢？从哪里入手呢？啊，这个入啊，我们可以解释为入手。这从哪入手呢？从孝道入手，哎，所以教之所由生也，
教育从这里入手。为什么呢？因为呀，你要有一体的观念呐，你才能有爱心呐，对待一切众生啊，爱他们，就像爱自己一样。而是爱心的原点在哪儿呢？我们老法师说，爱心的原点在父子有亲。那就父母跟子女呀，这种亲爱是爱心的原点，因为这让我们最容易体会这一体是什么观念。我们跟父母一体，这谁都晓得啊。我们从哪出来的呢？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从父母那儿出来的。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从那个父母那个细胞的原点那儿渐渐长大的，慢慢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跟父母本来就是一体呀。这比较容易体会。然后啊，才慢慢扩展这种一体的观念呢，涵盖宇宙万物。那么，这就是圣人的心量那老子又说：“九层高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起于这个始于足下所以要证入圣人的知见。”看到宇宙万物是一体这是圣人之见。那从哪里入手呢？就是从小事、生活小事，慢慢去做、去落实，然后悟这里面的心性的道理。好，那我们看这些事情是什么呢？这第一条，父母呼应勿还。那么这个直接的字面解释呢，就是一个做一个小孩父母一叫呢，他马上就得答应，这是字面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应勿缓呢？这个应勿缓就是表示一种恭敬。假如父母叫到我们了，我们拖拖拉拉、迟迟疑疑这个。慢慢腾腾，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恭敬心了。而孝一定要体现在一个敬字上，孝敬孝敬啊，你没有敬父母这种心，怎么能说有孝心呢？所以应勿缓呢，是一种这个孝敬。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父母这个广义的来看，一切的老人家呀，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嘛，所以我们对待这个老人家，对待长辈，也应该像对父母那样子的对待他们，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嘛，对我们自己家的老人、自己家的父母，这种心扩展到对一切的父母。一切的老人，所以他们这些长辈呼，我们也得应勿缓他们有需要的，我们马上要帮助这个呼不一定是语言上叫这些呼心灵的呼声这也得应勿缓老人家心里有需要的，不待他说出来，我们就要去帮忙。就要去照顾，这就是应勿缓。那么佛法里讲的这个众生皆是我们的父母哪怕是蚊虫蚂蚁，哪怕是这些看不见的生灵过去生中就很可能是我们的父母那我们都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他们，他们有需要的，我们也得应勿缓。正如观世音菩萨那样，千处祈求千处应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所落实的，不正是《弟子规》这一条吗？你成了等觉菩萨，还是做的是《弟子规》呀？从这里可以看到。
弟子规的这个，如果要做到圆满，可以成佛道。所以你看，父母啊，可以隐身啊。那么我们在世间，父母可以隐身为老师啊，老师对我们的呼啊，我们也应无还啊。那父母、老师对我们的呼声是什么呢？他们希望我们做什么呢？希望我们这个修德立业啊，做一个正人君子啊。所以你看《孝经》上讲的“孝”啊，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这三个层次啊，这是奉事双亲为第一层啊，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这是第二层啊，为人民服务啊，第三层呢，立身行道，成就圣贤的品格，这才是孝道的落实。这老师教我们也是这样啊，所以他们的希望，我们有没有这个切实的去做呢？啊，如果没有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这《弟子规》第一条就没做好啊。所以你从这些这个角度来思维，哎呦，这一条就涵盖了无量无边的义理了。啊，所以《弟子规》里面呢，也体现了华严的精神，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这个每一条父母呼应勿缓就这一条，它就涵盖了《弟子规》的全部。啊，也可以说涵盖了一切圣贤之道。哎，这一条没做到，那其他都没做到。其他都做到了，这一条才能做圆满。你看，这不是一即一切吗？那是具体的在生活小事上面，那个父母叫我们，我马上就跑到跟前，跟父母答应，修养自己的礼敬之心在日常生活中，凡是有人有求于我的，我马上呢，尽力的去帮助他们，这就是应勿缓。所以那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可能详细的去解释了。那学教学文，关键是有一个悟性。虽然不能够像菩萨一文千悟也得学举一反三的。这样子呢，我们学这个圣教就运用起来才能够灵活自如不至于死死板板只限于父母父母呼应勿缓，只限于父母叫我才应勿缓，那就学呆了好，那我们呢看第二条，父母命，行勿懒就是讲呢，父母对我们的这个教诲这个希望我们做什么事儿，这命令我们我们呢，这个马上得做不能懒。那么这条意思呢，当然呢，这个也可以用刚才所讲的原理来进行衍生。这父母啊，决定是涵盖这一切众生他们所要希望我们做到的我们都不能懒惰都必须赶紧去做到心心念念的为利益一切众生那从哪里做起呢？也得从自己家里父母开始做起父母是对我们恩德最重的人我们报恩呢，必须从父母开始。你看现在很多人父母让他做的事情他推辞很多借口很多连父母让他吃一顿饭他总是会千推脱万推脱总是以忙为借口把这个忙
作为懒的借口，这种就是一个不孝的行为了，你看他忙什么呢？这个在去年5月份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在广州《广州日报》呢就这个派出一些记者对一些母亲做了采访，也对这些母亲的儿女进行了采访，问这些儿女，你们在母亲节来临了，你们怎么样能为母亲尽孝呢？让他们谈谈如何尽孝。结果儿女们呢都谈说，我现在希望赚大钱，这个赚多多的钱可以让这个以后给父母买洋房买汽车让他们享受生活。然后呢，记者又问这些母亲，你希望你的儿女如何来孝顺你呢？这些母亲都没有人想说，我希望我儿女给我买洋房、买名车，真没有。倒是很多人母亲就说呀，我希望自己的儿女别太忙了，能这个周末母亲节能陪我吃顿饭。你想想，所以父母对我们的希望，我们能不能够去体恤？我们能不能够行勿懒，应勿缓？所以常常把忙作为懒的借口就是没有把父母放在首位。跟赚钱和父母相比，那就把赚钱放在首位了嘛。所以他才忙嘛。所以这些呢，小的虽然是生活小事，往往是看我们有没有真实孝心的，这些方面，所以不得不谨慎。好，下面呢，父母教须敬听，这是第三条。那么字面上的解释呢？就是父母的教诲我们呢要恭恭敬敬的去听取。父母都是年长我们几十年的人了，说的一句俗话说，他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多，走的桥比我们走的路多，那么他们的教诲，这一定对我们的人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应该虚心恭敬的去听取，这样子呢，往往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俗语都说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就有一个亲戚，他在早年谈恋爱，结果呢，他的这个男朋友父母很反对，就看这个男朋友不顺眼反对他们的婚事。但是呢，这个我这位亲戚就是还是违背父母的意愿结婚了。结果呢，后来确实家庭出现冲突没有幸福夫妻俩经常口角，最后是离婚了。所以你看看这个父母他反对你的事情，这一定有他的道理，他的人生阅历这么广，这么多了，那至少是比我多了，那么我们听取父母的这些意见建议是决定有好处的。那现在都讲自由恋爱，这个对父母的这个意见没办法听取。所以，为什么我们现代离婚率这么高？这一条就没做到。那古人，你看古人很少听说有离婚的，为什么呢？古人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父母来规定这个对象。我们说这没有自由恋爱他没有自由恋爱，可是家庭幸福
啊，没有听说什么离婚的，啊，这是真的有好处。所以我的表妹呀，她讲过一句话很有智慧，我都很佩服。啊，她就说，如果一个人的婚姻呐，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啊，是不会有幸福可言的。啊，确实如此。啊，那么所以父母教啊，需要恭恭敬敬的去听受啊，养自己的谦虚之德，对父母的这些啊教诲，他教的对的，我们更应该听取啊，教的不对的，我们也得听，还得恭恭敬敬的听，这是养自己的谦德那么扩而展之。一切人，他对我们，哪怕是提一点点意见，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呢，都要很好的，去学习听取，这样子呢，养成自己呀，这个，虚怀若谷的圣贤品格。那么好，那么现在呢，时间到了。我们这个入则孝刚刚起了头，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呢就继续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有讲的这个不妥之处敬请呢各位大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